下雨天带着湿湿的雨伞，记得在饭店门口拿个雨伞套，把雨伞放进去之后呢，再进饭店，才不会把地板弄得湿湿的，很危险，容易滑倒哦。小朋友一定要记得哦。小朋友，我们接到饭店房间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要看门后面的避难逃生图，要看自己现在的位置在哪里，还有避难的逃生方向，还有呢出口的标示，像这里，还有这里，以及上面这两个地方，也都是我们出口的标示哦。小朋友只要记得把这个图看清楚了，到时候就算意外发生了，不用紧张，因为你们知道逃生的方向在哪里，这个非常重要，所以一定要看哦。